邮处处长张志祥，还有陈义峰秘书长，来请上台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。收录亚洲最经典声音，尽在下列嘉年华。16年了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呢，5天5夜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高空烟火秀，有3分钟哦。开心的时候，欢迎大家来花莲。是，亲爱的家人，想在这5天，我们真的要谢谢所有的志工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集义乡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清洁的伙伴。所以待会儿请你离开的时候，把我的手边自己带着我们的这个饮料的杯子。所有花莲的朋友都是最棒。